王化辉前来登记，马振江心里开心，逐渐的今年高士上了墙，有了威名，叶明都心怒之事来登记了，有一个来登记，就有十个来登记。我这个今年做的生意开张大吉，所以呢，在洛市房等候王化辉用照片以后，准备将王化辉败家的经过、受大爷的毒害的事实拿来记录下来，教育民众。北京张伯卡拿着五分的笔，到对过烧饼店头买烧饼。烧饼店的老板王旺以为是县长要用招的，连忙管到岸边当大师傅，悄悄的阿谀了几句。对，县长要吃烧饼，加烟火，对我呢油多上的个，糖多包的个，素多切的个，芝麻多硬的个，那个硬麻特特属烧饼。哦，有数了，晓得了，听。扁面锤子烤了震天一响，一颗狗烤出来了，公子黄真真，黑得得，油光光，香喷喷，酥特特的硬麻顶住假烟火的烧。在那个时候，烧饼油条呢，两块铜板买一副，像这种硬麻烧饼三分钱一个，连一边的小康之家、青阳衣都不大舍得吃。今天烧饼店的老板巴结县长，五分一杯玩五个硬麻假硬货的烧饼。张茂康找来当神报纸，请大师傅一只只的把它剪上。大师傅慢慢的一折一折，两折一排，四个一路，一个夹尖，正好五个烧饼，手都不能碰啊，滴滴呱呱，踏踏数数，踏踏，把它踏在手上。张木康往往都咽口水，这种烧饼。连我都没有吃过，还他妈妈个老狗的嘴就好了，不甜不甜不甜，送过去。过去过去过去，老太爷，吃来。哎，好的好的好的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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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连包子把五块烧饼，他给他底下一掰，拎起来一块，乖乖。这个烧饼咋说不臭？不坏，品相口熟，鲜甜，好吃。你吃就吃了，那叫王化辉这张嘴不饶人。也是一张臭嘴，吃住烧饼就望住烧饼店的老板，一阵子喊：“势力小人，巴结县长，就玩这种特特手、手特特的个烧饼，忘了我老太爷用着你，你个烧饼像皮鞭。”啃都啃不到，你们巴结县长，势力小人，说明你的老板往往都饿死了开。巴结县长巴结的好，巴结的干成了你这个了。昨天的为这条老狗嘛，把咱们的陈烧饼弄两块把它啃啃的，也就没得办法，
王化辉一开口，五块哨兵整个把他顺下了肚。结果以后，追一面，往往报纸上落了不少的芝麻哨兵靴子，就把报纸一揭，连靴子带芝麻一起朝嘴里一倒。张默康在旁边汪汪，你面的哥别呛死了，别噎死了。不会不会，汪汪底下身上还有不少的芝麻落在地方，谁不得这头一起这样的土吗？一起把他连了尖了切下了肚，切过来又嘴一抹，哎呦不了，小花枪下子，哦就是了，枪下子，张某刚没得办法，只好给枪把灯了，这个浑身这个刀的味道不能闻，没得办法，摁住头皮，捏住鼻子，把个王化辉一踏，来，老太起来，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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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把他带进洛市房。马振江看见王化辉进来了，脸上笑嘻嘻，很客气，老太爷，请坐。啊，不客气啊，有足有足啊，王化辉就望着马振江阴笑笑，心里话，你个玩世无啊，好的，客气的打你，马上再跟你顺了，我老太爷将军一个实出有名。老太爷，慢忙，不要忙。小伙子，老太爷子啊，我在说你，烧饼吃下去了，口里都炸的，弄杯茶来把我喝喝啥？以为你可叫的大呢，还要倒茶把你喝个？服侍旁人罢了，服侍你个老东西，我真正不愿意。看看县长都比他客气，没得办法，捏鼻子拿了茶杯，特地呢把个县长的茶杯拿过来，掺了这个茶炉子，过过过过，喝个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滴滴呱呱的好龙井，一碗一碗。啊，还是辛苦你们啊！马振江就坐在过望他，看他这个样子，真的是又可怜还又可惜。看你那把茶喝的了，老太爷，你今天第一个来登记，说明你确确实实支持悔过，想必你受鸦片的毒害感受颇深，这样吧，最好不过这几天你就在我们所里边住，在我们所里边吃，待会儿你把你败家的经过和大烟的危害如实的告诉我听一遍，我做一个记录，好不好啊？汪化辉把他汪汪客气的打你啊，在苏州吃，在苏州住，你就把我拉到关起来就是了，说的都蛮好听。那叫王化辉啊，把马县长那个灵魂出了，
啊，还要记录拉钩。妈妈，少年的妈妈，让我来跟他玩哈子。王化辉准备发火，跟马德娘玩了。那要蒋准备发火，两个手就朝这个一面上一捏，准备朝起剑。那就是蒋要朝起剑啊！打了两哈气，没劲完。人住都住不住了，好像都要朝下天，哈气连天，臭气喷喷，眼睛鼻涕整个都下来了。好说什么玩意啊？大眼眼睛发胀了，好说不对啊，刚才他又不发眼睛的，怎么这刻个发眼睛的呢？那就是这个人啊很奇怪，你别看这个人人的这个肚子里头，他有很多的虫子，比方说有的人肚子有蛔虫，有的人肚子里有狗虫，有人肚子里有挠虫，还有的呢喝酒的呢有酒虫，这个吃烟的呢有烟虫，好吃的人肚子里呢还有蚕虫，个扎气的人都在那呢，还有气虫。刚才嘛，王化辉这个都在那恶虫啊，两个恶虫子完了爬起来了，气虫子和烟虫子被压在地下，恶虫子老了都在那饿了想吃。刚才饿个烧饼。一杯茶吃过了喝过了，恶虫子安稳了，他不闹了，不闹了，他翻下去睡觉了。恶虫子翻下去回来，烟虫子翻上来，烟虫子翻上来顶到喉咙口不疼了，眼睛发胀，这个日子难过，比那个酒还要难过。周人四两的气都没得，哈气连连，眼泪鼻涕正大，想跟马镇江攻一下子，没得劲玩了。这个哥要想这个叫他来劲的，这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？弄口大烟，把他勾下去，勾下去，马上的精神失照，神气落高。叫他落成破仙去，他都不喊喂。所以这个眼睛发胀，眼睛发胀想玩玩不起来了，人要朝下舔，舔啊舔的，扑落脱，双膝朝下一跪，哎呦，仙丈啊，我跟仙丈。磕头了，把个麻将讲完了，摸住了，什么玩意儿？连忙收台，哎，老先生，请起，请起。现在不信磕头，有什么话，请站起来讲。县长大人啊，我要跪的这个，我跪的这个书啊。我跪在这个地方快活，你就让我跪呀！啊，什么事？你讲。县长啊，你把那个表店里不想接应啊？我在这个想接应，他身上没得劲了，我跟县长磕头啊！县长要允我的情啊，有什么话你讲，你如果不答应我跪死了告辞啊。什么？哎呀不得了，这话都说出来了，要跪死了告辞，这个就能完了吗？好，我
云里的情，你讲吧。多谢老父母恩典啊！磕了三响头，把马的娘玩了喝了捡起来。哎，老少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县长啊，我都说过了，渡过走了。你妈那个表娘你不介意吗？我这个想介意，只有一件事，叩求老父母再赏我几文，让我弄口爷过下子烟瘾，再吃最后一口戒烟烟啊！马的娘听听，啊，不等。小的的气又堵起来了，堵在那装不住了，就头顶上玩了毛头，混账的东西！到这个时候，到禁烟所登记，还想吃烟，美其名曰戒烟烟，简直一点都不支持，一点都没有悔过。来呀，哟！过来拿法警，把这个老东西关起来。是，两个法警过来，不费事，一边跟把他插起来就走。王化辉怎么样？王化辉被两个法警拿了插起来，迷迷惘惘的样子呢，被插寻了口。这个王化辉急嘎嘣。啊，跳啊，喊啊，吵啊，麻垮的，你麻木啊！你晓得老太什么人？老太不得恩人后代，也不敢第一个来撞你的老门，你麻木、嗯。这哥哥怎么又来劲呢？他不是犯烟瘾了吗？都停下来，没劲玩了。这哥哥，你气头哪块来的？哪晓得这个两个法警把他一查，说把他拿了关去了，扎了整齐。一身扎气，以为王化辉这个东镇的气虫子脸上来了，把个烟虫子拿了一哈的，气虫子上来以后，乖乖来了劲了。他站了起来，一阵子去个蹦啊跳啊走啊，哈的麻垮子。你得有孝心，你把我关在牢里头，老太爷不向你说一句老话，到那一天，我跟同宗兄弟王凤林木材老弟晓得了，不教训你，你要带半年的到老头磕头求我出去的日子在后头的。两个犯人插住他，一脚头把他插出禁烟所，送往甘泉县救监狱。马振家听他追得鸣喊乱叫，哼，心里有话，我还怕你啊？什么？王宝林是他的同宗兄弟，王宗伟是你的兄弟，王宗伟只是我敬大爷。你这种败类的同宗哥哥，也应当关起来教训教训，太羞耻了，太气人了。王王，这口气还没消得掉，想个方法把个气出哈子，呱，把抓上那个茶底拉起来了，哐当，拉了棺材，棺材一个不够吓唬。接在后头，王王刚才王化辉用茶杯，手腿砰当也拿了棺材来。这个马振娘如同一只困兽在笼中咆哮。